中山里李景请一位。在大理馆长陈志清丁贵平的带领之下，大家手提着香虔诚祭拜，祈求在时间规定会使真顺利，和中山里的里面有一个好的活动中心会使来使用。祝福开工顺利，工程顺利，党好平安。在大家合作之下，和党土登内是真闹热。中山里伫个草屯市区，不过多年来欠缺集会场所，所以有活动中心和里面是真期待。这间活动中心占地大约100坪，将新建伫个草屯镇行政园区的公园用地。加在讲咱草屯的火山口有重要，所以咱重要基金也搁有存钱，所以李董长伊那边就讲，安尼无伫重要基金内底咧，我1500万来起吼，真不容易，因为无土地吼，咱搁把这个公园。这个儿童公园的用地，它改做多目标应用，所以这个时，那个时间会用拖较久啦，爱搁变更土地，土地变更完成了，咱今仔日就来动土啊。中山里表示，平常时社区环保义工，搁将认真点维护公园的环境，等待活动中心来完成，会好好来善用，打算来设立关怀据点，进一步服务老大人。以前都无所在活动，拢爱借人别里的活动中心来活动啦。就是照，也是讲照公所的，迄个中人遐来活动啦。所以即马，阮大家里面拢足欢喜的。以后如果这个活动中心完成以后，我希望是在这里举办，就是关怀我们中山里做一个关怀据点，就作为关怀弱势团体，就以中山里为主，然后各种活动也可以来这里办。这个工程预告选2摆工作日来完成，那是一切真顺利，大约会使伫明年5月份来完工。记者林明信采访报道。